新兵，请看新兵进行曲。知道你在，天加海，内心海冰山，两人才相爱，感着手抓，真情只有海才，伊尚知影，你像阮。手念马甲愈念愈麻，欢迎收看新兵进行曲，谁是天霸王，欢迎今天的唱将来宾金曲歌后曾心美，是心美姐师弟林俊吉，主持人好，所以哎呦，你们心美姐今天是带师弟来啊？当然啦，师弟，你们的节目收视率这么好，我怎么可以不带师弟来呢？你的师弟是姓洪吗？姓洪吗？是啊，没有，他姓林，姓林。他出去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姓洪。哦，样子跟红龙大哥好像，蛮像小红龙红之称。这个称号果真不是欧北后的啦！将两人照片摆在一起看，相似度高达99%，不禁让人怀疑两人是否为亲兄弟。俊吉，我的师弟啊，他是现在目前在洪一峰老师的那个电影里面演洪一峰老师年轻的时候。哦，今天五行哦，而且啊，确定没有问题哈。我问过妈妈，我妈妈说没有。哦，我也问过隔壁的那个送瓦斯的，同样，我跟你讲，同样问题，我问过我妈妈，她也说没有。刚才讲说你很像红红，对不对？哦，有，以前有模仿过大哥吗？快把你的绝学使出来！哇，模仿一下红红红好了。好。红红大哥呢？他刚开始的模仿的时候，就是眼睛要眯眯眼，然后呢，下嘴唇要包到这个上嘴唇。不要笑，你们学得到吗？左手拿麦克风，然后脚要半蹲，然后唱那成名曲。相思雨有听过吗？哇，相思雨真的好经典。来，藤挂火水滴，好像哦，好像。关心你，你刚刚是上厕所的那个动作吗？好像有点。不是错乱情迷迷。红红大哥呢？因为他算是这个歌王嘛，对。他出场的时候呢，那个灯很强啊。没错。出场的时候就是眼睛要眯眯眼。哦，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伤害到眼睛吗？对。那嘴唇怎么？嘴唇为什么要包起来？嘴唇？哎，唱歌或许是这个个人歌口个人特色啦，个人的特色，还有这个口腔的共鸣。我知道为什么啦，因为他上唇比较薄。是。因为薄到对薄到那个下唇都会包起来。你喜欢讲的是鹦鹉的，有时候睡觉还会包到鼻子。是因为投入啦，对，就投入在唱歌。其实每个人唱歌习惯不一样，像道元在唱歌有他的习惯，艾辰唱歌也有他的习惯，歌手都有习惯，没错。哎，嘉玲，你模仿一下嘛，最厉害模仿谁？陈磊大哥。哦，太厉害了，最近也是新发唱片哦，这就很像了，阿磊就行。模仿，来一下，一样是气候。以模仿的乌兰来气候，来，有气。嘉宾不是要模仿陈雷唱。气。
但是你一起模仿这大哥笑场是怎么样？喂，看你接 A 了，我唱副歌好了。好，来来来来来。啊，卡西姆亚西，哎呦，好像不像？袂当放袂记。加抖音很像，很像哎，很像哎！我觉得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唱将，我们就马上来进行我们的谁是 K 歌王？谁是 K 歌王？看提示，并在最短时间内站在 K 歌舞台猜出歌名，并演唱该首歌曲，才可算过关哦！欢迎，谁是 K 歌王？我是 K 歌王。参战队伍，首先介绍我们的统统队，有我们美丽的统统，会唱歌的嘉玲，以及可爱的爱成。哎呦，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元昊队，有我们美丽的新梅姐，可爱的福利，以及帅气的姚元昊。哎，嘉玲说她来两次输两次了，是嘉玲没有赢过。嘉玲，我觉得重点不是输了，重点是你到底跟谁对？对啊，四个人有在你旁边吗？而且我觉得你们今天又要输了，因为我们有新梅姐在。我来说的好，是不是？我们今天信心满满，信心满满。你来两次输两次哦，是啊，啊，两次都是跟爱成吗？两次都是跟爱成，真假的？不要担心，不要这样担心。我跟各位大家讲，其实事情是这样的，物极必反。输两次嘛，今天是有可能会赢的。对，哦，好，裁判，可是古人有说一句话，无三不成理啊。喂喂，请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地主请就位，唱歌词，唱歌词，站在这条线的里面。谢谢，麻烦你喽。哇，再低一点。两位相见如宾，你们两个的友好只会让我占到更多的便宜啊。我的强项是唱歌，我的强项是唱歌。是的，好不好？大家不要把重心转移啦。重心啊！各位 ，KTV 经典歌曲排行榜第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请看题目。Yeah！ 啊！哎呦！哎呦！你以为你可以跑得过我？至少我腿比较粗，好不好？来，彤彤，请退回来。怎么会自己讲自己腿粗啊？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我只在乎你》。哎呦，好听，彤彤也会这个。对呀，是。请问怎么唱？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新梅姐，恭喜！你不是新梅姐，答对。老歌新唱，赋予他新的生命，真好听呐！哎呦，乍听之下还以为秀兰玛雅来了，他是啊，等一下，我一直觉得你们对面那个人很烦哎。怎么说？我明明是真心美，你干嘛一直跟我提秀兰玛雅？你干嘛？不是，因为是这样子，你听我讲，你难道？真心美就不会唱 R&B 吗？这是怎么样？今天全国的观众太过分了，而且你跟他也不错，但是你不能这样。我们以后爱成家上我们节目，我们都叫他别人的名字。来吧，哦，嘉玲加油啦！本土一哥来两次没有赢过，今天爱有赢，给你赢，好，今天你赢，来。等一下，你稍限，这只是一个歌唱竞赛，没有必要作弊成这个样子。哦，算了。好，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把它撞开，把它撞开！嘉玲，嘉玲，太棒了，太棒了！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刷定欧高音。哎呦，请问怎么唱？
山顶一个乌狗兄，伊是无丢的少爷，头早干真打拼，无丢开关对山拼。虽然面拢会挂虾，头里挂虾念袂停，伊的歌阮真好听，听好会念解出名。有听声歌无影流泪，歌好山声名流泪，歌声流泪烟斗阵人听流泪，流泪流泪。恭喜你，非常好听的答对 ，yes。哎呦，各位，现在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我在家里看，已经看到好多集。哎，我跟他对决，对到已经。其实你没有发现，我们两个都不想跟你讲话。我只要去撕这个背板，你一直拍我干嘛？因为他最近。因为，你不讲啊！第二个，他最近因为。请就再来当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究竟谁先谁后？观众朋友看清楚了吗？不够清楚就请最公正的裁判长来主持正义吧。我刚看到你刚才是这个样子的。是吗？真的啊，真的。腿没有动到。爱成，请退回来。不是。元浩，请问这首歌歌名是什么？恋曲1990。耶。请问怎么唱？不能流泪，黑眼珠着你的笑脸。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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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旧时光就这么流走，转头回去看看是一丛丛树叶。谢谢爱神，元浩，恭喜你答对，这就是我们的目的。紧接着这一题的题目是。西瓜洗过来，瓜地拧瓜，乖了，好了，乖。来，彤彤，请回来。新梅姐，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就洗不破，你洗细面啊。哎呦，请问怎么唱？就是暂时的不破，你洗阮细面。那是起来有你作伴，甘愿乎酒精牵阮。就是你莫打最后在心疼的啊，请新美姐好听的答对。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嘉玲，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五鸭岁。请问怎么唱？你可比天的子，你可比天的子，我的家。哎呦，爱你，我爱着你。最后，你亲像电脑顶的写诗，你可比天顶子，你可比天顶的子，有你过家。爱，我爱着你。亲像卡烦的仙女，有影水。Oh my god！ 想我，恭喜你动感的答对。来，紧接下来这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
你不用看题目了吗？哎，裁判，我其实觉得如果他不讲话，你好像也不太习惯的。对呀，因为我刚刚一直拍你，你不让我讲，我现在干脆不要讲嘛。不是不是，对不对？你可以不要讲，但是你要看题目啊。我会看啊，因为我跟你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知道你什么时候会 cue。于浩与爱成 K 歌擂台殊死战第二回合究竟鹿死谁手？广告后即将激烈对战。我知道你什么时候会 Q。只怕我自己会。这种事情。好了，这个是我了吧？当然不是你啊。袁浩，袁浩，你们都别再争了。但真相究竟如何呢？可不能口说无凭，所以咱们现在用最快速度带你重回案发现场。你小，你小，我可以带跑。腿真的很短呢，真的很短呢。在那边，在那边都够不到。这首歌的歌名是《情非得已》。怎么错？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袁浩，恭喜你答对。是啊，彤彤啊，还没唱到，我正在跑快一点呢。对啊，加油加油！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啊，对 ，Oh yeah！ 上上上上 ，Yes Yes Yes！ 二十啊，这首歌很经典。等一下，你没有感谢我，你干嘛跟他握手？他牵我的手，谢谢谢谢谢谢，奖励奖励奖励。都可以吗？加油！谢谢，我可以在帅哥的旁边，好开心。谢谢谢谢，谢谢，好难得。我们就是不要让爱晨说到话。来，彤彤，请问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哦，好听，好听。请问怎么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好听哎，好听哎，彤彤，恭喜你，好听的答对一样。导演还没唱到歌哈，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哦耶，哎呦。哦，嘉玲已经上去了，来，导演请站过来。嘉玲，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爱情条约。漂亮。导演最近都没有练歌，怎么唱？你需要我伴舞吗？我帮你伴。我爱你，我爱你，所有的猜忌都要看似落雨，当他的尸体，当他的快递，你还当他的提款机，跟着我继续走上爱情跳跃，善意的谎言都要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什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嘉玲，我刚跟老师比一个 repeat， 你再唱三遍，我看他怎么。好酸哦！喂，嘉玲，恭喜你，好听的答对。哎呀，虽然没唱到歌，还是很累。认真一点呐！好了，认真了，不要玩了。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OK， 你后面
你都没有考虑我会不会受伤哎哈，你都给我这样撞过来正面的哎。严浩，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失恋阵线联盟。哦耶！马唱哦耶！哒啦啦啦啦，我教你跳，这个小时候我跳过。在乎他，却被他拽负我伤。别等他，别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找一个诚实连连的方法。要跟我一起跳，快点快点！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叉叉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再一次再一次，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对对对对，还行啊，还行哎，起码而且边跳边尴尬。元浩，恭喜你尴尬的答对 ，yes。只剩最后一题啦，各位，好不好？所以道远最后一题了，道远没唱到歌嘛？我没唱到，爱晨今天也没唱到。我但是我满身汗呢。来，最后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一、二、三。我知，我真的知。哎呦，彤彤，真的知，你可以，彤彤，我们可以上来一起，反正就是已经。哎呀，好好，来来来，哎呀，两位美女，请问新梅姐，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我不知，我爱你。哦，我爱你，请问怎么唱？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心里想起你的时候，你那含笑的脸庞给我带来一份甜蜜温暖感受。被我你的身影，我总觉得有一个影子在我心里那样甜蜜。我不知是不是爱你，好像是你就住在我的心头。哦哦哦，新梅姐恭喜你，好听动感的答对。今天我们的谁是 K 歌王，所有的歌单都已经开出来了，真的没有。报告一下两队的成绩，彤彤队总共答对四题，元浩队总共答对六题，掌声鼓励。今天的 K 歌王就是我们的元浩队。今天新梅姐来这边呢，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耶！今天又输了。对呀，就是又输了。所以真的被他们讲中第三遍啦，无三不成理啊！无三不成理，不会，我下次来就加油。没错，没错，加油，好吧。我们最后呢，还要请我们新梅姐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就是《提供跳舞来》。缘分不必要操烦，莫心羡别人的爱。的时间，阮用真心来相等。等，等，等，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飞去天边海角。相信天公拢会疼憨人，相信一摆我。最美的